啾啾，陛下来电话了。陛下来电话了。陛下来电话了。陛下来电话。喂，萌萌，这么早打什么电话？我去，11点了，干啥？不回去，不回去，不回去，回去干啥？没玩够呢啊！好了，22回去，22回去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哎，讨厌。看看，起床就是无敌的江景房，看着就舒服，是不是？心情美美的，你这种景色，谁能不爱？妥妥的，兄弟们，看咱们这也炊烟袅袅，这不是炊烟呐，蒸汽。上面是包子，啊，家里带的包子，最后了，这些全放里了。今天起的晚了，饿了。然后下面煮的蛋饺啊，荷包蛋。哎，简简单单一顿早饭，其实都中午了已经，现在还得加顿宵夜呀。吃完了继续钓鱼，看看能不能结束我们这个在这里空军的称号。嗯，妈妈的味道香，妈妈的味道吃完了就要回家找妈妈了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从哪来的呀？跟我说说，你是谁家的小猫咪？哎，它也不怕人，还让我摸。来，给你这个吃好不好？吃不吃蛋？回来回来回来，吃的，看吃不吃了。来，这里，你吃啊？吃不吃？来，你掰开。哎，看，这吃不吃？咦，它吃鸡蛋呀？不吃啊？好吃个鸡蛋，好不好吃啊？啊，你掰小块，小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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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掰成小块行不行？那放地上吃，放地上吃。哎呦，这么饿了，小家伙饿了呀，不知道哪来个小猫。正好这没啥吃的，也没带火腿肠，给它弄个蛋吧。还真吃，真是饿了。我摸摸肚子瘪了吗？吃吃吃，而且它很温柔，一点都不凶。啊，这跟应该不是流浪猫吧？这个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好吧？哎，没想到你还吃这个鸡蛋，来这儿呢，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眼神不好啊。嗯，没事，吃吧。给你拿张纸好不好？哎，咱们弄个小餐桌，来过来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它好像还没有菠萝大呢，没带着那个菠萝，带菠萝来就有猫粮了，没带它来也没有猫粮。哎呦，真香啊！看这风景多好的地方，竟然来了一只流浪猫，应该不是流浪猫，怀疑是后面村里的，你知道吗？肥肥，但是挺瘦的感觉。而且毛感觉也不是很干净，你看肚子确实瘪瘪的。小猫啊，吃饭吃饱，你摸着小肚子就行了。而且猫的腹部啊，一般它不会让陌生人摸的。那这个小猫一过来，它就愿意跟人亲近。而且山里面的狗也是，狗也不怕人。这里面应该外人来的比较少，真有样。哎呀，吃的这毛色好像像我以为是橘猫，橘猫猫扒开里面还有黑色的毛。嗯。吃吧吃吧吃吧，
真是饿坏了。你叫个啥名啊？有没有名啊？嗯？你叫张三李四啊，还是王二麻的小淘气啊？你看摸摸肚皮都行，他都让摸肚子上的吗？一般摸猫不会让你这样摸他的。你是谁家的呀？肯定是这个村子的猫，因为这里应该流浪猫会饿死的，你不给吃的。还吃不吃了？小乖，小乖，乖不乖呀？你是不是小乖呀？嗯，来，人呢？我都给你开开了。喵，咪咪，哎呦，来，喝水去了，吃不吃？嗯，没别的给你吃的啊。哎呀，队友，来来来来来，看来还是饿是吧？好好好好。一会儿你晚上来，晚上来我煮羊肉吃好不好？晚上我们吃苏尼特羊手把羊排。哎，晚上你过来我给你弄羊肉吃行不？哇，你看多乖的小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个男孩。你是个男孩啊小乖，你是个男孩啊，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媳妇儿啊？我把菠萝许配给你怎么样？嗯，好乖，他不凶，一点都不凶，他比现在那个菠萝都温顺啊，非常乖，抱起来他想吃他就叫一声，他也不会挠你啊什么的。你吃完他就趴在车前面了，你看，哎，看我在这他又过来了，那小东西乖乖的小乖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是晚上再过来呀，我就给你那个弄那个苏尼特羊排吃，咱们吃手把羊排。哎，然后他吃完了在那坐了一会儿，你看又跑那儿去了。这是个有思想的小猫，妥妥的这个一线的江景房哈，躺在床上也能看到江景，是不是超一线了吧？哇，两米远，太漂亮了。所以这么好的地方啊，你看都有来做客的了。你看这小猫不走了，它就等着我给它吃那个羊肉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小乖？你就坐这等着吃羊肉呢，不走了哈。前两天都没来啊，它今天才来啊。没事，我就看看你。然后它让抱让摸，哎，很乖巧。嗯，哎呦，你看，呦，还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这个不能吃，这个是相机，相机不能吃，宝贝啊。走，我们下面坐着，走，来家里坐呀，门口待着干啥？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小乖，这不还有鸡蛋呢吗？接着吃。起来，小乖，来，过来。哎，因为它很乖巧，所以给它起名叫小乖。啊、哦，你这么乖的，坐这儿吧，坐这儿，坐这儿等着，等着晚上呢，晚上那顿席啊是吃肉啊，咱吃羊肉，好吧？嗯。行不行？哎呦，呵，妈，他都没吓一跳，把我吓一跳，很淡定嘛。哎，你看，踢我腿边了，嗯，小可爱。他晃悠一圈啊，蹭了蹭，东看看，他又趴在我那个车轮前面了，刚刚就趴在那里，啊，在那里等着看席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说到做到。哎，他们言而有信呢，小猫这么乖，咱也不能骗呢，是不是？冰箱打开，这羊排给它糊它一锅，苏尼特手把羊排，多讲究啊，是不是啊？这还有比的了？挺肥呀，可是啊。好，就搁这画着，看没看见，小乖？哎，羊排给你拿出来了啊、哦！晚上你不走，咱就在这吃羊肉，好吧？说到做到。在这画着，妥妥的。今天晚上我们江景房苏尼特羊。